呢一个系同屋、同邻居、同你哋有关嘅故事。呢个系李淑贤一家，佢有个好老实嘅老公，佢生咗一对好可爱嘅仔女，仲有一个家庭军师嘅老爷。伟大唔系男人。呢啲系佢哋嘅邻居：猪肉佬、老烟鬼、古怪租客、学校女主任、看更阿伯、政府官员。他们和邻居的生活都非常友善，充满慈爱，充满关怀。无论世界有几艰难，当他们望着窗外那一刻，就好像一切事物瞬间都变得美好了。当这位邻居先生出现，就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。佢呢個好快遮住咗我哋個海景啊！俾一個禮拜時間你搞掂佢，我哋我係咪應該收到有關部門嘅信，我先至去負責處理嘅？佢得一個人啫嘛，我哋有五個人殺佢，趕佢走啦！佢哋應該何去何從呢？這個係李淑賢一家嘅故事，咁你嘅故事呢？